刚刚地震还蛮大的，建议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往山上跑。然后出门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走在那个建筑物的边缘，像是人行道，可能你要减少走在人行道的地方，你可能还是走骑楼会比较安全。像在4月3号那时候，就发现很多的墙壁它掉下来的那个大理石，有2公分的厚度啊，这也蛮可怕的。那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的话，我是建议走比较平地的路线，像是林 Cam 商务所啊，或者是就是比较热门，也不会就是要去山上那样的地方。其实我以前就看到有很多还不错的地方，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的频道去看一下。那刚刚的地震是6.1规模，已经快1小时了。哇，那个时候声音很像卡车在那边轰隆隆，我是听到是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，就是很低音的这种声音。然后，后来又一个5.8，但是它的那个地震的那个位置是有往北偏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明天可能气象署会跟国家级警报，哦对，应该是今天啦，早上可能早上8、9点气象署就会搞不好就会开一个小型的说明会这样。我看一下，它这个其实还蛮像大家如果去用那个 KNY 的话，我是蛮建议。我上一集没有跟大家讲到，它右上角有一个这个倒立的这个水珠的这个，其实它就是一个路一个地标。那你选择你现在的位置，这样子它提供给你的那个速报会是最准确也最快。我上次说那个本地的震度4级啊，这个我要改一下。像那个这个4级地震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上次说5级嘛，所以我觉得太高了，所以这次没有叫，所以我用4级。那4级就是，如果是台北是4级的话，那花莲如果是那个地方在震的话，应该有七，也是要七级以上。这规模7啊，可能是7.2、7.3、7.4以上，台北这边就比较可能有4级啊。然后你的那个下面的时间也改一下，不是时间，声音也给它改一下，就是4级就是可能再拉过来一点点，对啊，5级、6级就拉大一点。对，这个大家最近还是小心，不要去山上。那在平地这些景点都很不错，而且最近又一直下雨，几乎啦，全部我看那个一周的天气全部都在下雨。那大家如果要采买的话，我是蛮建议买多一点。那你可能罐头食物，我是有点害怕停电，因为台湾的电力供应好像就不太稳定啊，我就是怕说突然又有什么地震的话，又要就是要抢修什么的，就是很麻烦。你看这一整到下礼拜五哦，都是下雨天，可是下礼拜五好像它有可能那个电脑可能有模拟出来时间，在下礼拜五可能会放晴。但是未来一个礼拜几乎没有什么好天气。好，那大家就是小心，就是可以先采买一些东西，然后你的那个重的东西不要放在高处啊。有些人他会把鱼缸
那个什么水很满嘛，但是如果你那个摇的很久的时候，那水会溅出来，然后它的那一个插头什么就在旁边，我觉得那个很危险。那或者是你有很重的那种电视机啊，你要嘛就是放在比较边边里面，不要放得太外面，对啊，不然就是如果你没有在看的话，就把它倒过来，对啊，就是可能就是重的东西不要放上面。那家里的那个，又跳出来了，对，这个是地震报告，不过地震报告都是五分钟左右吧才会跳出来，对，就是有一些东西你要准备好，就是我觉得除了地震包之外，你可能也要小，就是带一些买一些什么罐头类的啊，或者是泡面类的啊那种。你可以煮的，对，不至于说就是有点准备台风的那种感觉啦，台风食物的感觉，对。那其他就是你要有地震包或者是什么的准备，这个大家去网上就可以看得到。那尽量不要去坐火车啦，这样火车你不管是山线或是海线啦，它其实也蛮容易受到这种落石的影响，因为你即便在海线，它旁边就是那个悬崖或是什么树啊，那它旁边都会有很多的石头会掉下来，那也是蛮危险的。只是说现在地震的那个时间还比较短，对，它现在好像都像是余震，它如果是那种比较强的主震的话，其实都会摇很久嘛。对，现在看起来好像但是这个有一点奇怪，因为气象署之前就讲过，前几天好像有一个地震，就是它是蛮外海的，它跟4月3号那个机制是不一样的。然后还有那个马国凤那个教授的那个事情啊，然后就是他可能开骂嘛，就说啊怎么记者没有去做好什么的，就是功课啦，然后就害他就觉得，就是好像说什么岛内什么米伦断层啊那些的，对，其实那些那个新闻记者，对啊，不一定是什么恶意的扭曲啦，他可能就是，可能就是要抢时间去写新闻，我觉得有可能会写错。其实大家还是要听那个气象署啦，他们可能会比较精准。然后如果未来可能震央有什么变化的话，那都就是要多参考，对啊，可能就是你不要太铁齿说啊这个不会怎么样，对啊，也不要太担心，太担心也没有什么用。看一下他现在的那个最近很红的这个网站啊，这个 YouTube， 这个叫台湾地震检视，有很多人在看，对啊，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多人。好，那如果大家会想要那个看一下现在的状况的话，它这个网站也蛮好玩的，是因为它左上角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悬挂的这一个摇晃指示的，还有那个水平，哇，那个时候只要是因为它这个地方它设在新店，所以你给它放大来看，它的那个这边有一个新有两个红色的点，它上面那个点就是新店。好，看一下还是真的蛮大的，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睡觉。好，那谢谢大家收看。